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說，明年年初會交代海洋公園重生方案，包括發展珍寶海鮮房，初步或會以招標引入新營運者。施政報告提出躍動港島南計劃，打算將南區打造成新的消閒玩樂地區，其中一個重點項目是為海洋公園制定重生方案，包括將珍寶海鮮房捐贈給園方。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說，明年年初會交代整個計劃，但是沒有回應會不會再申請撥款。在跟海洋公園磋商的時候，亦都即係嗰隻船捐給海洋公園的時候，都是希望用一個呢是招標的形式引入一些營運者，看看可不可以在新的形式裏面，在不構成對海洋公園額外的財務負擔裏面去做。他說就海鮮房的安排會跟海洋公園商討，以配合南區發展。我相信一定不會只是將它維持原本又是用來酒樓或者吃海鮮，它必然會利用它本身有的條件。因為大家如果記得，就珍寶海鮮房可以說是香港的一個很獨特的icon， 一個品牌，很多大型的電影甚至都在那裡拍攝過。你可以搭多一個站去到黃竹坑的時候，可以如果我們到時在海洋公園的另外一入口有其他的水上面的運輸的，可以透過珍寶海鮮房去入去海洋公園的水上樂園那一邊。另外，本港和新加坡的旅遊氣泡延期，當局會和新加坡繼續商討，如果可以控制疫情，就會把握時間重啟。至於和其他地方商討旅遊氣泡的工作，要視乎疫情發展。無線電視記者梁家寶報導。